42岁凯特王妃健康归来，改变王室的游戏规则，支持率稳居第一名。凯特王妃已经出现过一次，粉丝悬着的心也放了下来，至少证明人没事。但是还是期待威尔士王妃多多亮相，跟民众亲密互动，因此大家对温布尔登赛事抱有期待。温网是凯特最喜欢的公务之一，之前身体健康的时候每年必然会出席。从2016年开始，凯特王妃就是全英俱乐部的赞助人，既是网球爱好者，也是一位地地道道的球迷。凯特上一次亮相是在查尔斯的官方生日那天，一家五口登上了白金汉宫的阳台。但是细心的网友发现，直到大阅兵前一天，王室才放出风，表示凯特会出席公务。即使威尔士王妃消失了半年，但是民间支持率依旧稳居第一名，这也是不争的事实。有了民众和粉丝的支持，让凯特有了谈判的底气。这么长时间不出现，除了在养病之外，后续也在跟王室谈判。凯特王妃健康归来，真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，同时也粉碎了阴谋论。即使凯特还没有完全摆脱困境，但是想要复工的心已经难以抑制，或许凯特会亮相温网决赛。距离温布尔登决赛还有一周多的时间，全英俱乐部会长戴比杰文斯认为凯特这次极有可能会出现。虽然身患癌症，但是只要得到医生的同意，凯特应该可以自由活动，只是身边会有医护人员随行。按照王室传统，每年凯特都会亲自颁发奖杯，今年或许也不例外。作为凯特王妃的粉丝，自然希望她在保证健康的同时能够多参加一些活动，只有这样才能消除大众的焦虑情绪。肯辛顿宫的发言人也表示，凯特王妃的行程安排具有灵活性。作为核心王室成员，凯特王妃即使在生病期间也需要履行王室职责，当然现在拥有更多的自主选择权。凯特王妃消失的这半年时间，王室发生了很多变故。事实证明，君主制统治备受考验，只有凯特王妃安然无恙，王室才能顺利度过这场危机。一位王室内部人士透露，凯特的病情已经逐渐好转，距离全面复工的日期越来越临近。凯特本尊也很想快点复工，一方面是为了维护自身权益，另一方面也不想被王室旁支分权。戴安娜的前私人秘书帕特里克·杰普森认为，凯特对君主制统治至关重要。仅仅消失了半年，凯特王妃就掀起了轩然大波，现在是王室离不开凯特。查尔斯国王继位后开展了精简王室的计划，看似杜绝了铺张浪费，但是却是自食恶果。哈利一家已经离开，并且多位王室成员患癌，现在已经到了用工荒的地步。因此无论是民众还是王室，都希望凯特快点复工，这是一件多赢的事情。俗话说，欲戴王冠必承其重，现在的凯特经历了这么多，希望他能够活得冷静和清醒，为自己和三个孩子争取最大的权益。英国王室正在经历多灾多难的一年，凯特王妃无疑是关键人物。威廉王子已经彻底看清了形势，选择跟贵族罗斯一刀两断，重新回到凯特的怀抱中。